仙君有贵客来访。嗯。仙君吉祥。小仙上次问仙君的事儿，仙君还会回答我呢。所以圣灵教仙君是带着祭一下界的，对吗？你不也喝了忘川水的解药，带着仙界祭一下凡？本座只是效仿之。 算是咱俩扯平了。这么说，仙君让我种菜做饭捏腿捶肩，都是有意为之喽。我，那你作为宋祥云的时候，不也是经常捏我的脸？本座只是略施小惩罢了。略施小惩？嗯。那仙君做师傅的时候，还差点用毒菌子把我送上天呢。把手给我松开！我不松。本座那是好心做饭，那是。 是关怀，是大爱，那你还想娶我心呢？那本座不还是将林露心给你了吗？ 上好的海棠花糕来，若是能有新鲜的花做点缀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唉，可惜呀，可惜喽。唉，我就知道师傅不会怪我的。 现在，本座不是你师父。小仙知道，仙君不是师父，也不是陆长空。小仙贸然前来，打扰仙君了。小仙告退。